屋顶破了一个大洞，只要下雨，住在这里的翁先生就胆战心惊。哎，都插拢上去啊，等于他的梁柱都蛀掉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没有支撑，他就整个会掉下来。行动不便的翁先生是慈济的关怀户，志工从两年前开始定期前来关怀，最近发现他的房子出现了大问题。这里啊，搁落去嘛是都垮下来了，全部都会垮下来，所以对他是人生有危危险，超级危险呐、啊！所以我也叫他说，短时间就是尽量能不来就不要来。志工基于安全考量，认为有修缮的必要，因此找来铁工师傅，花了三天时间完成屋顶的重建工作。师傅他们就是很细腻，他很用心的，希望我们一起给案主一个非常好的那个居住环境，所以这样看起来真的好棒，很好哈。修好的屋顶不止志工满意，翁先生也放宽了心。阿内有树枝不？有哈。阿内就好了，不要住来哈。当然烦恼了哈。免搁卡水啊。完工这一天，志工和铁工师傅们一起帮忙庆祝，希望翁先生日后的生活能越过越舒适。大爱新闻之盛美志工邓宝珠、叶秋良澎湖报道。